prophet, right? Prophet 在圣经里面常常用，先知能够说这些预言的人，OK，他可以告诉你将来有什么什么事情的，OK，或者是，但是也要小心，也是有假先知的，OK，是有假先知的，OK，好。然后另外呢，prophesy，OK，sy，这是动词，right？prophecy，prophecy 是名词，指你说出来的那个预言叫做 prophecy。预言，OK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